此我呢、這个 concept 打都打唔爆。至于我系点样持续落去，同埋佢所带嚟嘅痛苦，我哋一阵再讲。我去个 toilet 先 ，see you。Hello。Hello strangers, I'm back。头先我哋讲到我点形成，但系个失制位系我哋嘅成长过程入边不断有唔同嘅嘢去强化呢一个概念，特别系群体，系社教化嘅过，当中包括但不限于社会角色、标签、拥有权、情感关系、承诺。我哋由细到大所接收嘅教育，都持续建构紧我哋究竟系边个，我哋唔系边个。唔同嘅标签就会有唔同嘅义务、责任同期望。我应该点做？我唔可以点做？甚至会有人用社会角色去定义我哋嘅价值。So pathetic。另外就系拥有权，包括口头同书面形式。买咗袋橙是我的，签咗层楼是我的，送咗俾你嘅嘢系你嘅，我哋屋企个雪柜入边嘅系我哋屋企嘅，但入边罐可乐系我嘅，其他人唔可以饮。我哋都可以回想一下，我哋曾经写过几多次自己个名，去用呢个方法将一样嘢变成自己嘅。净系讲今日咧，你又有冇试过将自己个名同埋人哋个名写埋一齐，加个心心，然后以后你属于我，我属于你？Oops, sorry， 可能有些人未试过。那我们讲第二些关系，关系都涉及到刚才所讲的标签，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不同的标签而成，而这些概念都会形成归属感。例如各式各样的姓氏、族谱名、学校名、班别、group 名、小个打机的时候的工会名，还有要跟科密改的我们的名等等。我是菲斯班红社的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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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河东姊妹自成一族，和声和声。以上偏上刚才那些都是是非强化我，但是关系之所以难搞，是因为它可以非常之牵动到人类的情感，各方面的情感。我想在座各位都非常了解，所以唔多讲啦。有关系就有承诺，不论是过去、现在定是未来，你应承咗人哋，但人哋应承咗你，有履行过定是冇？承诺令人深信时间线上的我是同一个人，继而执着。而以上都是五蕴经验，即是由五蕴而起。我执就好像一煲汤咁越滚越浓，咁由我执。会点呢？一场兄弟心照啦。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我咪话过唔中意粉红色啦，我讲咗好多次噶，你究竟系咪中意我噶？小爱。吓 ？confirm 埋晒。有啦，我真的很爱你，我当你一世都不中我咁好嘅人噶。OK 啊，好嘢啦，就死啦。关你咩事呢？以上嘅例子都系一啲生理同心理嘅苦，因无名而生，系我哋嘅日常。而我执越强，就会越痛苦。相信大家都遇过啲我执强嘅人，我会称呼佢哋做千层蛋糕、千层棘。其中一类会将所有嘢都拎去自己度，讲咩话题都可以用个我字嚟开头嘅。我仲有啲唔开心，我都系啊，我仲喊咗好耐。满足几年，我个 friend 都中意食粥噶，嗰次我同佢副嘅叫做个。另一款就是当你客观指出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针对他，绝对不会认错。这里好像有点不啱。你早讲嘛，我怎知道？其实我有讲。那你讲了几次嘛？好像我做样样东西都不妥。
另一類人就是永遠都擔驚受怕，同時極度渴望別人的認同。我唔得㗎，搞唔掂㗎。佢一望到我就擰轉頭，係咪唔中意我？佢一定係呃緊我。好柒啊，都係唔好啦。無論佢哋意唔意識到，其實都好痛苦。慢慢連我哋自己都執戀我呢個概念，因為人始終都係渴望安穩同幸福嘅，所以想證實自己存在 ，at least in some way， 唔會突然間 OK， 諸行無常，諸行無我，大家嚟我屋企攞曬啲嘢啦，冇嘢屬於我嘅。有啲人會話根本就無我，我咩都唔係，冇證據去證明我喺度嘅。其實邏輯上唔成立。先不論個句子已經有我呢一個字，要否定一樣嘢，必須要有一樣嘢先可以被否定，唔可以否定一樣冇出現過喺意識嘅嘢。而一旦出現咗喺意識，就一定會有明同識。例如呢個字，佢完全係唔存在，100% 捏造。但係從頭先嗰個剎那，佢已經存在啦。亦都有一啲人會話：我好憎自己，我希望冇出過世。根本所有嘢都唔值得留恋，但系其实讨厌嘅或者系嗰个唔好嘅自己，心入边都系希望有个好嘅自己噶嘛，系咪？样样嘢都揦晒上身，好辛苦噶。佛教嘅无我，道人认清事物嘅本质。点解一嚿木、一个 key ring 加个 logo 就可以卖几万，而真系有人买嘅咧？买咗嘅究竟系啲咩咧？屋企嘅收藏，例如公仔、figure、书、酒等等，唔见咗会好唔开心。但系随手执嘅一嚿石，或者系老婆、家姐、细妹嘅 mirror 收藏，掉咗都冇所谓。点解呢？佛教唔系叫人咩都掉晒佢，只系客观地指出，一旦呢啲嘢同自己有联系，就会痛苦。冇嘢属于过你，包括你自己。To conclude。佛教的无我是指出这个世界是没有我，一个永恒存在而幸福的我，但是有一个由五蕴而成，不会独立存在，还会带来痛苦的我。而人将这个概念误信为我，因为我形成五取蕴，形成了我执，出现各种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我想什么，我不想什么，我怕什么，至此牵绊于各种的贪恋、执着、爱恨情仇、金钱、权力、世间真理，还有痛苦，种种不同层面的执着形成冲突。不论是个人、家庭、社会定是国家，都是因为两个字，我执。无我就好像一只鹿见到的阳光照落个沙上面的光影，以为是水，但其实没有水，但是有那些看下去好像水的东西。所以佛学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不想痛苦就需要认清世间实相，认清我不是一个永恒独立存在的我。 Level 5 aggregates do fair job， 不用下下都关自己事的。朵花很漂亮未必需要摘，碟东西好吃都未必需要特登排三个钟去吃。好了，知道 theory 了。咁我哋点样喺我哋嘅生活实际应用到无我呢？今日差唔多啦，下次我带埋无我个 friend 缘起再讲啊！一如既往，欢迎验证，欢迎挑机，愿你早日离苦得乐。See you。